各位弟兄姐妹晚安，晚安。今天星期四的晚上，我们一起来祷告。前几天我们特别为这个联华食品的工厂大火来祷告，然后来看到报道，哇，有人神迹般的复原中，是我们继续为这些伤者们来祷告。那么人生的确会有一些意外，意想不到，但是我们恳求主帮助，在受伤的人当中不一定他们认识耶稣，但是我们恳求主透过这些过程，让伤者和家庭有机会认识主。我们今天也有一个特别的事情，就是什么啊，师母？那个防疫卫福部防疫的这个记者会啊，这几年来每天陪伴大家，今天是中场记者会了。中场记者会了，是，要表达着一个新的阶段开始了。那么我们恳求主，在这个阶段过去之后，我们的生活恢复正常，我们的各样的事情能够不再受病毒这么大的威胁。当然有些事情已经改变了，也不可回头，但是我们永远有基督信仰向前看我们朝着标杆直跑，永远有向前的力量，求主恩待和保守。今天晚上我们就为这两个与我们的安全有关的项目来祷告。当然我们也纪念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或者弟兄姐妹的家人当中，也是仍然有人在病痛之中的，在这个辛苦的生活形态之中的，我们也纪念他们的需要。请师母带我们祷告好吗？好，我们一起祷告。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众人同心合意的祷告，在联华食品公司这些受严重的呛伤的人当中，有一位奇迹般的复原。我们求主继续帮助彰化基督教医院的医生团队，能够让他喉咙里面的那些的碳粉，那些的烧焦的地方能够得到完全的医治。愿主你也让他们经历到众人为他们祷告所带来的复活的大能。我们也继续的为这位49岁的信许的女士祷告，她还没有清醒，她的家人也是到处求神拜佛，求主你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让他们在这个医治的等待的过程当中，让他们有基督徒的医生护士朋友向他们为他们祷告，让他们看见一样的很奇妙的复原。愿主你施恩医治这位49岁的女士。主啊，我们再次的想到我们过去这几年在疫情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有卫福部的这个防疫中心的记者会，天天为我们提供最新的消息，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应变。这几年我们平安的过去，愿主你继续的施恩保守带领，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远离病毒的侵害。主啊，我们也真是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想到真的我们一生当中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一些苦难的事情。主啊，但是我们在这次的疫情当中，我们真的是经历到，当我们转眼仰望耶稣基督，就好像当年在出埃及的时候，主啊，许多的以色列民他们被蛇咬伤的时候，他们转眼仰望那个拯救的那个铜蛇，主啊，那个标志他们就得到了医治。主啊，我们真的在今天一样的要常常的在我们的一些的挑战病痛困苦当中来仰望，转眼仰望耶稣基督，以致我们可以得到医治，得到拯救，得到安慰。愿主你坚固我们众人的信心，让我们在任何的情况之中，我们紧紧地抓住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愿主带领我们专研仰望他，是，于是我们的人生仍然有盼望，充满了动力继续往前走。是，愿神祝福你，晚安，晚安。